说一下，第一次来三亚，我感觉蓝天白云，哇！有了有了，度假的感觉有了。不要闹！这个掉到了吗？它掉到了！好好好！Good morning, everyone. Today I will go to the Sanya. Very, very funny. 这我第一次去三亚，没有想到吧？应该觉得，三亚应该是跟所有人都去过啊，但是我没有去过哎，不知道会有什么体验。这个汉堡好好吃啊，看着这个鸡肉就好吃。弟弟都没有你幸福。为了不要变黑，我带了防晒。你订的车是几点钟？10点半。马上去三亚了，什么感觉？困。我还没有睡醒的感觉。10点半。这次去三亚，最想做的三件事是啥？就是去发呆。发呆，逛美术店，看日落。或者是看日落的时候发呆。你最想要做的三件事是啥？我最想做的三件事吗？吃，现在已经上飞机了，然后我想问一下，海南话怎么讲啊？有没有海南当地方言？现场来百度一下海南方言怎么讲。来跟大家说海南话啊，你好，如何？谢谢嗲嗲，早上好，大家好，学会了吗？完全忘记了。你好，如何？谢谢嗲嗲，你好，如何？谢谢嗲嗲，就学这两句吧。现在到三亚了，蓝天白云，有没有感觉现在全副武装？好帅呀！已经开始身上有一点黏黏的感觉，今天冲得早吗？刚刚我来采访一下你啊，你传，来到三亚有什么感受啊？跟大家说一下。第一次来三亚，我就感觉蓝天白云，哇，就是一个度假的感觉。我把我的墨镜戴上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海南的车牌开头是什么？3，输了500块。一个门里面一个穷念什么？叫不是念穷，不好意思，穷，穷，一个王一个金，穷。你已经超过3秒了。我没有，还声音老师超过3秒了吗？我超过。知道海南岛哪里人最多吗？三亚呀，从海南岛东北人最多。好冷啊！真的，海南全是东北人，干啥呢？师傅，你是哪里人？师傅，东北的，对吧？哎，不相信我，你又欠了我500。本来开开心心的，开心心的，现在变成了。
霹雳毛毛的。我们车上还有一个小小的互动游戏。这个游戏是这样子，你们两个人就是在一个词语里面加字，比如说我们给出的字是苹果，我说我不吃苹果，康康要说我吃苹果，这样子每个人只能加一个字，明白吗？我们玩三轮，然后呢输多的那个人就要接受三亚夜景惩罚。我先不告诉你们惩罚内容是什么，你们先争取给自己。三亚好，三亚好美啊！加两个字输了。第二个字沙滩。沙滩上，在沙滩上，在沙滩上玩，在沙滩上玩。我在沙滩上玩水。你要输。那我刚刚说的是，你说你在沙滩上玩我，你说你在沙滩上玩我，这是这个可以。好，那我们三局两胜，就是康康已经非常大的优势胜负了。那之后康康就会接受三亚夜景惩罚了。我刚来就很惨。哇哦，我们的酒店到了。哎呀，你坐在这干什么？不是我看呆了，我是。你怎么不来？有了有了，度假的感觉有了。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不用去泰国了。三亚也可以。语言也通。也不用说 What's this? How much? This one, this one, this one, this, this, this. 我们到了。哇哦！哇塞！哇！天哪，这怎么这么多房间啊？这也太幸福了吧！还有按摩房。啊，淋浴。哇！感谢您选择并入住三亚海棠湾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，希望您和团队的小伙伴充分享受三亚的美好空气与阳光。我会的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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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威斯汀酒店。我们就不要回去了。哇，直升机，鹏哥，我要坐直升机。我要坐这直升机，鹏哥，可以满足我吗？可以。现在我们刚刚到达三亚，然后的话呢，放了一下行李，现在准备去看日落，因为已经将近六点半了。但我的心情也跟日落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不是有惩罚吗？哎呀，没事，不用担心的，又不会干嘛，放心吧。好的。但我感觉你嘴角微微的上扬了一下。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走吧。我们现在是要去门口买那个电瓶车的票上去，但是康康，你还记得你刚才输了对吧？干嘛了？我走上去是吗？你猜对了。天哪！我们坐缆车是吗？他走上去是吗？真的吗？您看他现在脸很臭。我刚才测是吗？我跟你讲，目测这个陡坡最起码就是从这边咻咻咻咻上去，你可以掉五斤。走，走。哎，我们走，你走吧。拜拜，我们山顶再见，朋友。人生啊，人生路漫漫。为什么要跟他打赌呢？是吧？每次打赌都输。
的。如果真的走上去了，我感觉我的命就要交代三亚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真的走啊！他说真的，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吧。他自己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师傅从这里走上去要多久呀？差不多一个小时。疯了。一个小时。无法接通。无法接通，天哪！闪开开！你听到吗？有人在喊我。在哪？哎，我在这儿。啊，不让我下来。对。下来。人家说要走一个小时。哦，终点站到了。哇。1480。哇哇哇！啊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有保险吗？有。那现在剩下指数超过200斤上不了。那我没有到。哦，差一点。刚刚导演给了我一个挑战，就是你要背这个数字，然后的话呢，游戏不是关键，关键是自己的动机。73015025巴拉巴拉1050110501啊，到了吗？51293640174471894040。知道吗？就是这是康康拍的，龅牙棚。哎，你看其他的嘛，有好看的，往后看。请看一下我的。然后，如果你们来三亚的话呢，可以来这边打打卡，还蛮漂亮的。拍到什么？大脸臭流氓。我们现在的话呢，来进行一个挑战，我和康康就是来滑皮划艇的一个比赛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
你这些刚刚不是赢了吗？你有权利可以选择，就是道具这样子。还有这个船。父王，这是你跟你队友的奖。哦，队友。对。这个太综艺感了，综艺节目满满。输的人，我是跟你讲，输的人，做一个沙雕，沙雕。再这样的，再这样的，再这样的，哎，我们这船会沉下去的。这个瓢子很好用的，哈哈哈哈哈！船真的要沉下去了。好了，好，咱们一起划走，走，我们一起划。有哦，划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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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们两个人呢？都看不见了，你们人呢？这哪还落水？皮划艇，划不过拿四个勺子的，怎么回事？我好气呀！喂，张萌吗？是乘风破浪的张萌姐姐。张萌姐，萌姐要找我拍片了吗？萌姐，请看到我。哪个萌姐？喂。我原以为那个，我开玩笑，我说是不是那张萌《乘风破浪》那个姐姐？我萌姐，那个我们那个电影上了那个制片人。我们家凤凰可以吗？制片人。我们家凤凰有档期的。你说我可以演那个售楼，售楼的小哥。小楼，我就是小楼。姐，买糖吗？姐。